真哭到不行，就好像跟这个团很有感情，但其实也还好，没有。会感动我，我一种生活，简单的没有奢侈的轻松，我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我一种生活，简单的会疯闯一轮。竟然在这边哭，啊，心仪，哇，来得好突然哦，我好开心哦，今天不是我哭了，是不是我唱太好？真的？怎么了呢？星月花火想到自己的 baby 了吗？没有，还是你现在有第三胎？没有讲是不是？不像吧？啊，不像哦。嗯，好，我今天有准备，就是，等一下，嗯，好，我们先不要。先不要问他哪一个部分让他触动好了，我们等就是大概再过两个钟头再问他，对，不然因为正在想那件事情的时候讲就会哭到不行。我昨天很失败，我昨天哭到不行，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跟这个团很有感情，但其实也还好，没有啦。总归一句就是，我跟你说，昨天我也是败在史俊威的歌，你今天也是，所以就是史俊威太会写歌了啦，写歌太感人了。公安呢？你公安呢？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对，就是其实每一次到走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是大家情绪都会非常的满，然后可能就是这几年就会一直想到一些来了又来又来。哦，冷静冷静，等一下，龚一起也在那边给我泪眼汪汪的。深呼吸啊，深呼吸。你们两个干嘛、啊？你们俩昨天明明就没有。我在上面的时候就有失控。我跟你说，我刚刚四季狂想唱太用力，结果我现在整个大落枕，好痛、啊，突然好痛、啊。思君，你可以帮我按一下吗？好痛。哦，就是常常会在这些歌里头，然后想到一些就是我们在这几年来比较焦虑或者是比较无助的一些瞬间，然后。还是，但是人生百态啊，后面在按摩，前面在哭。